好的，我们接着花一分钟时间给大家解锁一个隐藏的成就。那首先大家来到这个图尼黑渊右边的这个传送锚点，过来之后你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东方向啊，这边的话有个电梯。好，咱们下来，下来之后我们从这里啊出去，然后继续下来。我们来到中间啊，这边的话还有个电梯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好，下来之后我们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东方向，在我们旁边有个机关啊，开启一下，那这扇门就可以开启了。然后我们笔直的往前面走，好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，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就会跳出一个成就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成就就是将一切希望弃养。好，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。